跟周清静老师代理的西班牙品牌 Isbay Scripts， 然后整个整体设计就是简约的深 V， 然后搭配黑色的鱼尾礼服，然后还有我两边的肩上两边有如天使鱼一般的立体设计剪裁。那这一次的珠宝很特别，是我和绽放的设计师合作的，像我的戒指啊、手环、耳环，它都有不同的语义，然后我觉得他们设计的概念语义就很像我在音乐旅途上的每一个过程，像手环就是潜伏的意思，然后耳环就是收敛的意思，再带到我的戒指绽放的意思。所以我很感谢设计师跟这一次陈清静老师为我在金曲红毯上面的一个搭配。还是会啊，很紧张啊。幸运小物嘛，藏在我的后面。对，因为不行，我的水晶手环，我就把它藏在后面，因为我觉得跟礼服好像不太搭。对，谢谢大家。